大家好，欢迎来到球迷月刊。以下几则香港足球资讯。刚刚完成的41届省港杯，香港队凭着在主场次回合以4-0击败广东，就夺得冠军。当然普天同庆，大部分球迷都是报以掌声，这样就说香港队劲超，香港队好嘢，这样的。亦都有部分球迷就说，咦，不如郭家乐主帅就坐正香港队主教练一职，看来他都非常之适合，这样。郭家乐就听到球迷这样就忧惧地一默，就話其實球迷只是叫他坐正個位咁嘅啫。咁當然啦，喺大部分球迷都會支持他的時間之下咧，亦都有一部分嘅球迷咧就係反國教，就係反對他咧執教呢個香港隊嘅。咁其實他哋咧有啲原因咁講嘅。嗱，就講翻今屆嘅省港杯咁樣先啦。嗱，廣東隊咧表現很差嘅啫，咁先至令到你哋香港隊贏波嘅。嗱，咁啊睇翻啦，廣東隊其實咧嘅球員咧都有嚟自中超、中甲同中越嘅。咁我哋香港隊嘅球員咧，即係 A 隊唔係啦 ，B 隊講唔上啦，亦都係 C 隊嘅。你見到有啲球員其實係翻書仔嚟嘅，都未係職業足球員嘅。咁究竟啊，係咪真係對手表現差先顯得我哋好呢？其實好多時咧，香港隊有好表現嘅時間咧，啲球迷啊都係會咁講話，對面渣啫，先顯得你勁。咁但係會唔會係我哋香港隊部署部署得好，先至令到對方發揮差呢？大家又可以諗下呢樣嘢㗎。嗱，咁啊，亦都有人彈佢啦。之前咧喺亞運會嘅時間咧，換人換得唔係咁好嘅。嗱，對住烏茲別克咁樣啦，即係落後緊嘅時候都冇換啲人入嚟搏噶。咁大家其實都要睇翻啦。咁我哋亞運隊嘅時間究竟有啲咩人腳咧？咁但係咧喺省港杯嘅首回合咧，換入一個林樂勤追翻2-1嘅時間咧，啲球迷又話其實好彩啫，射個世界波唔關我調動事啊。咁究竟佢換人係換得好定係唔好呢？換得到有效果的時間是否有不是他的功勞咁計咧？咁另外也有球迷講到咧，喺亞運會的時間對住烏茲別克，其實咧場波都未完㗎，但是咧阿郭家樂咧就大字型咁樣坐咗喺度，咁誒垂頭喪氣咁啊，即係喂場波未踢完㗎喎，你咁快放棄有冇搞錯啊？咁又話佢唔係咁專業，唔係咁好啦。咁但係咧，其他香港隊比賽又或者元朗嘅比賽咧，佢表現到好熱血，大家記得啦，風車又成咁樣。咁但係有啲球迷又話佢，你得個熱血冇用㗎喎，你做戲啫，即刻球棍咁樣啦。嗱，講到球棍呢一方面咧，我哋咧就可以睇翻咧早幾日啊，《明報》嘅體育嘅報導咧就講到咧，嗱佢每日咧就8:30起身啦，喺佢嘅將軍澳嘅住所咧就去到天水圍咧，就主持元朗嘅操練㗎。咁之後咧就去翻何文田足總嗰邊咧做翻啲行政嘅工作，夜晚咧就再去翻將軍澳嘅訓練中心負責港隊梯隊嘅操練，咁10:00先翻屋企嘅啫嚇。咁啊做足7日嘅嚇，佢甚至乎試過咧帶隊咧帶呢一個香港隊出外比賽咧，帶到啊，連佢啱啱出世嘅細女都唔認得佢。其實佢咧都好多時間咧都陪唔到屋企人噶。咁如果一個人一個球棍呃飯食呃到咁嘅話，咁其實佢係專業定係唔專業咁計咧？嗱，咁啊元朗咧季初表現都唔錯噶嚇。咁咧，但係嗰啲人咧就冇將呢個功勞咧擺落去郭家樂上邊噶。咁佢就話咧嚇其實係發俾我呢一個助教功勞嚟啫，用佢嗰套嘢得先嘅啫。咁但係之後咧表現冇咁好，回落翻嘅時間咧和海景之後咧咁啲人又話喂，你好似冇乜料到喎嚇，對住呢啲咁嘅球隊都要失分咁啊嚇。咁其實都係要怪佢嘅，就好似啱啱過去比賽咁樣對住大埔啫嘛，排第4啫嘛，元朗700萬翻費，大埔先1800萬啫嘛，哇！上半場落後兩球，好熱血咁樣先追得嗰兩球，反吸唔到喎，冇料到喎。咁有啲人又話啦，咁其實係李志堅教練大埔嘅教練冇料到，先至令到你追和嘅啫咁樣。咁其實係咪真係好抵鬧呢？球迷對於佢嘅意見啊，係咪非常之唔公平呢？嗱，咁樣啦，咁球迷嘅期望啊，究竟係點樣樣咧？我又可以講俾大家聽噶嚇。球迷嘅期望咧就係、是、全攻型零失球，十前鋒莊裕慧有長傳有短傳有小組有 one two 嗱，仲有冇咧？仲有嘅嚇，濕性控球，唔會犯規，準時換人，唔准換錯，獎杯搖躍，幫埋興奮，堅持熱血，保持單條長長勝利，認到噴汁啊！咁第二段嘅新聞咧就係講咧球證湯巨森咧
就罰停賽3個月喎。點解呢？其實就係因為咧，東方龍獅對住和富大埔嘅精英杯分組賽咧，當時咧大埔嘅球員咧黃祖森受傷㗎，咁咧但係咧就冇人吹停個比賽，咁啊大埔嘅後衞艾華道咧就解圍咧將個波咧踢出去橫邊界外㗎。咁東方球員咧就認為艾華道其實只有解圍嚟嘅啫，佢唔係想咧叫啲軍醫咧入嚟咧睇下黃祖森㗎，所以咧就冇將個波掟翻俾佢哋大埔球員啦，並且咧就將個波交俾冇人 mark 嘅艾華頓射入，追成1-1嘅。咁當時咧大埔球員就湧埋嚟投訴，有冇搞錯啊？冇睇精神啊咁樣啦。咁啊，根據咧東方嘅教練咧陳婉婷就表示咧，當時咧球證咧湯巨森咧就走埋同佢講，其實佢承認咗個錯誤嘅，就問阿陳婉婷咧可唔可以俾翻大埔咧射翻入一球嘅。咁牛丸當時就梗係拒絕啦，即係覺得呢件事真係天方夜談咁計啦。咁足總咧之後咧就表示啊，湯巨森咧係嘅提議咧係顯示咧體育精神嘅錯誤嘅嚇，比賽咧監察組織咧嘅報告啊，依場波其實就冇呢個賭博嘅異樣咁樣計㗎嚇，咁佢嘅誠信咧係冇被質疑咁樣嘅記錄嘅。嗱咁啊睇翻啦，咁其實咧雖然咧香港波咧就喺呢一個香港嘅賽馬會咧就唔能夠賭嘅，咁但係你環顧世界都係可以賭啊，即係正等於我哋都可以賭下日月啊咁樣啦。咁咧我睇翻就以馬會為例咧，一個入球有啲咩影響呢？包括有下一隊入球啦、入球大細啦、波膽啦、入球總數等等係都會受到影響嘅。如果你話射入一球就射入一球咧，的而且確咧係令人覺得你會唔會收受咗利益咁計嘅。咁當然啦，我認為咧湯巨森咧係一個誠信冇問題嘅人噶，佢係智商有問題嘅啫。咁啊，仲有一單新聞咧，就係今年嘅賀歲杯2019咧。終於有一個賽程出咗嚟嘅咯噃，咁今次咧就係由羅傑先生嘅香港飛馬主辦啦，咁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年初一同埋年初三就 total 4場比賽，咁有4隊球隊參與嘅，分別係咧嚟自中國嘅山東魯能啦，奧克蘭城就係新西蘭嗰隊，鳥妻沙岩就日本，同埋我哋香港嘅賀歲選手隊嘅，嗱咁咧票價咧亦都係非常之抵嘅，分別係480、280同埋188嘅學生同長者嘅，咁今次嘅門票咧就係可以睇足2日4場波咁計㗎，而咧佢攞住門票嘅飛尾咧，亦都可以去 Red Mister 啦，咪 Adidas 有一啲 coupon 有啲優惠咁樣樣嘅。嗱，咁今次咧喺呢一個鳥妻山岩嗰邊咧就有呢一個托尼斯啦。開頭咧早幾日就話99.999% 話會嚟啦，咁今日就話100% 會嚟㗎啦。咁另外咧喺呢一個山東魯能嗰邊咧，亦都有柏利呢一個球員。咁即都會係非常之精彩嘅呢一場波。咁但係我又想講點解今年亦都會係由阿羅生去到承辦呢？其實喺佢話承辦呢個消息出嚟之前咧，足總曾經放過風話，可能又係香港隊對香港聯賽選手隊咁樣樣嘅喎。咁非常之冇創意嘅。我就喺諗啊，其實新年就年年都有啊。咁你話你冇錢搞驚蝕本嘅，有成年時間俾你，點解你都唔去嚇揾多啲贊助啊成咧？咁其實往年嘅話，你個飛價唔係太貴，你嗰個氣碼唔係太差，其實啊，甚至乎你香港都對港聯啊啲叫氣碼都唔係咁好噶，都一樣會好多人嚟睇嘅。點解都唔搞好佢咧？始終都係一個我哋嘅傳統嚟啊。咁其實我覺得香港足總係非常之有問題嘅喺呢一方面，有得搞嘅比賽你唔搞嚇，冇得搞又冇得搞，咁究竟啊？係如何是好呢？我哋觀眾都係想睇下波，新年入去開開心心咁啫，係咪呢個機會都唔俾我哋呢？好啦，今集咧呢一 part 咧係咁多，多謝各位。大家好，我是钟星林，我今年21岁，踢紧标准流浪，位置是中坚。很多人不识我嗰时都觉得我是大陆球员，都以为我是在大陆上翻嚟踢嘅，可能都是因为很少翻嚟咯。细嗰时初初翻嚟香港，其实最难适应就是啲唔识路咯，系咯，呢识啦而家。仲識過佢哋，可能有時球場內同球場外嘅我都差唔多。其實我喺踢波嗰時，其實我都好靜，但係啲教練都叫我唔可以咁靜踢波，要多啲講嘢。我而家
其實都有改進緊啦。如果大家好熟，可能會多啲嘢講。都算怕醜仔，但係應該冇講好咁誇張。因為我同講好都一間房，喺間房度都係日都係我講嘢，佢都好少講嘢，應下我嘅啫都係。唔踢波嗰時中意同啲 friend 出去行下，自己都有彈下吉他、學下唱歌嗰啲嘢咯。我細嗰時咧，喺深圳讀書嘅，好細嗰時，然後後屘就去咗廣州讀書，開始踢波嗰時九歲，嗰幾年喺長春亞泰都就嗰時細個，由球隊都係同個波一齊過，除咗踢波都係踢波，唔俾出個基地同埋唔俾玩手機嗰啲嘢，乜都唔俾，淨係可以踢波。喺嗰個人大嗰個足球學校咧，就係、是。在入邊一邊讀書一邊踢波嘅，一開始係，就教練就日日帶住我去練波，又我就日日去到球場，我就日日攞住個波就開始自己喺度練噶啦，就人哋未起身，我就提前一兩個鐘就去到球場，又練完波先開始去翻學咁樣。第一次入選香港隊，好高興咯，好想。可以同啲自己差唔多年紀嘅球員就一齊競爭，一齊努力，一齊拼搏咁咯。著咗香港隊健波衫咧，就係、是、覺得代表香港唔可以就係吹唔衰得咁咯。又都好高興同佢哋一齊捧杯，又我都係衝得好快上去噶。雖然得四分鐘，但係都想做到最好咯。科蘭就好鬼勁，你完全想不到他要做什麼下一步，因為 你根本都埋不到他身，你啱準備埋他的身，他已經想好傳去哪裡了。那場我防他防到抽筋了都。其實踢後衛都很重要的，後衛的責任都很大的，因為踢後衛和踢前面不同，你前面入到球就算失球都沒問題，但後面你只要失一個球就好大責任嘅，都有錯，就係好多其實好多犯錯咯，係好多犯錯導致支球隊失輸波啊失波咁咯，其實都有時失個波就都自己都好後悔，當時點解會咁做咧？係點解唔係更好嘅選擇咁咯？我要感謝。華哥鄧國華，佢帶我翻嚟香港發展，就係、是、足球生涯都有好多幫助，好感謝佢啦。好多人覺得我身份好特別啦，但我而家都被選入咗香港隊，著住香港隊球衣，我都可以代表香港隊出份力，我都係一個地地道嘅香港人。球迷月刊封面故事，每月专题报道，深入探讨本地足球话题，每月准时为大家送上。在本地足球里面，每年都有三个恒常的对外赛事，他们分别是省港杯、贺岁杯和历史最悠久的港澳浮制赛。当中以省港杯的历史虽然较短，但是这个杯赛对整个中港两地的体育和经济上起到很大的作用。踏入41届嘅省港杯，今届香港队凭着仗势用命，喺两个回合总比数落后两球之下，反胜对手广东队5球，喺主场蝉联冠军。今届省港杯虽然曲终人散，但系大家对呢个杯赛认识又有几多呢？今集球迷月刊就带大家走进时光隧道，回顾翻呢个省港杯嘅起源。讲到省港杯创办嘅初期，有两个人发挥关键性嘅作用，佢两个就分别系邓小平同埋霍英东。早在1977年的时候，霍英东首次带领香港代表队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在该届除了香港队和中国队之外，还有其他亚洲和非洲球队，合共12支球队参加。而该届香港足球代表队的成绩非常优异，在4强赛事击败中国队，而在决赛嗰度就反而输了俾中国二队，屈居亚军。
当时霍英东先生在球场的贵宾室与第三度复出的邓小平会面，并互相交流。由于当年霍英东正积极为中国国家队争取重新纳入奥委会和这个国际足协里面，所以邓小平见到霍英东的时候欣赏甚加。到比赛结束之后回香港途中，经过广州，霍英东和广东省体育界交流，最后霍英东决定提出举办每年一度的省港杯足球比赛，当时并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同时间，广东省体育副省长杨康华认为省港杯对往后中国推动体育项目交流上起到有很重大的意义，所以极力支持。由于当时香港队已有港澳浮制赛，每年都会与澳门队作赛，而香港和澳门当时正处于殖民地时期，当时霍英东已经预测得到中国足球重返国际舞台乃是迟早的事。如果每个地区仍然能够保持独立参赛资格的话，中国足协在国际足协和这个亚洲足协里面投票上将会占有很大优势，情况就等于大不列颠帝国一样，所以决定一切由省港杯度做起。可惜由于78年12月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而负责外事工作部门非常严谨，最终广东省政府唯有直接向国家体委和这个国务院提交方案，最后由邓小平亲自批准之下，于78年12月6号广东足协和这个香港足总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书，而第一届省港杯铁定于79年1月21号举行。整个项目由刚实施改革开放至到获得邓小平的批核签署协议落实赛期，整个过程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个省港杯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是霍英东先生倡导开创这个省港杯，每年打两地这个足球的比赛，当时来讲呢就跟省里面的体育组织呢谈了之后呢就完全没有人敢拍板，那个文件呢就一路上到去中央，中央亦都普通的领导呢不敢拍板，经过霍英东先生亲口讲呢最后是邓小平主任拍板的，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时来讲呢，因为你始终要得到国家同意你才能够去实行的，那既然当时来讲呢就邓主席呢邓主任呢是可以拍板的时候呢，广东省呢很放心去进行这个来讲是改革开放一个大的城市，差不多来讲呢就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有一个注目礼在这里的，因为关乎到香港的足球，当时的香港足球都叫做很盛况，所以这方面来讲呢是比较瞩目的。当省港两地知道省港杯正式举行之后，两地双方不论球员球迷都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这一场万众瞩目的赛事来临。我们发梦都没想到会去香港打比赛，因为改革开放之前是比较国内来讲是受到这个国际足联又好或者是那个政治环境是属于封闭的，所以知道的消息就我哋即係從隊員啊上上下，包括整個二沙頭啊，都好空洞，覺得咦，我真係又好難到啊呢件事情咁。特別嗰個年代啊，廣州嘅市民咧對香港足球嘅興旺係心知肚明嘅，一直係持住呢種態度。喂，究竟係廣東嘅足球或者國內嘅足球水平高啊，抑或香港嘅足球水平高？呢個係兩個地的觀眾，包括香港，因為廣州市民很多朋友親戚啊，喺曬香港啊，翻嚟都話：，我哋香港比你國內高得很多。國內啲因為見不到，所以都很盼望。我哋更加是咁樣抱住呢種心態，很希望能夠去香港睇一睇。我哋都很期待呢個比賽啦，因為是對香港隊
咁我哋作為即係廣東隊咧，即係多一次嘅學，大家互相去切磋啊、交流嘅機會啦。咁特別你廣東同香港一路嗰、那個，即係大家嗰、那個由歷史以來都係好有個好親切嘅感情喺度。喺當時，廣東同香港兩隊正處於高峰時期，我哋香港隊剛剛於1977年世界盃外圍賽擊敗新加坡，取得世界盃小組出線權。而廣東隊人腳鼎盛，以一班國腳級嘅球員稱霸多屆全運會嘅冠軍。而當時擁有奇雲基緊嘅德甲球隊漢堡同埋緬甸國家隊，都係喺廣東隊腳下俯首稱臣。坊間曾經有球迷講過，當時廣東隊嘅實力比起中國隊更加難應付。當年咧，我哋由於1975年喺北京咧，就對北京工人體育場，當年北京隊就係輸俾緬甸國家隊嘅。咁但係我哋第二場波咧，對緬甸國家隊，我哋係橫掃緬甸國家隊3-0嘅。咁咧呢個係我喺足球生涯咧就係印象比較深，同埋北京嘅觀眾咧都即係好接受廣東隊當時嗰、那個即係有咁良好嘅戰績啊！當時嘅環境真係好似俾我翻返去幾廿年前。當時我哋喺廣州咧，可以講喺廣州市咧，唔係無人不識，係好高嘅榮譽。即係上至即係省市嘅領導啦，下至一般嘅平民百姓啦，老嘅老嘅，凡係有啲知覺嘅人都對我哋廣東隊係一個好高好高嘅評價。哦，廣東足球隊喎，咁曾經試過有一句連嗰啲我哋都好感到好欣慰，話廣東隊好似6-7月嘅飯盞頭，碰埋你都死啊！因為證明我哋幾有一個信心。第一次的省港杯，而且是好像剛才所說的剛剛開放的裡面的第一次，而且我們對香港當初是很陌生的，即能夠有機會去到香港參加這個比賽，自己的一種榮譽。我記得來說呢，就應該是跟中國入了國際足聯的組織之後呢，是得流浪是去過的，同埋愉園，愉園當然係去過啦，喺流浪都會去過大陸比賽嘅，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呢個係第一次公開一個聯隊代表一個地區同廣東省，我哋係對廣東省嘅比賽。所以喺當時省港杯獎杯設計上，兩邊杯以各以傳統交融比喻兩支球隊，一邊杯以代表呢個廣東隊，另一邊杯以代表香港隊，而獎杯嘅頂端銀珠就比喻為二龍珍珠，可見到當時兩地足球水平實力旗鼓相當。當球迷知道省港杯即將舉行，兩地均出現撲飛嘅熱潮。當時港澳兩地完全一票難求，而首屆省港杯對當時整個社會氣氛係點？我哋聽下當時嘅球員同埋傳媒人係點樣講。有些真的在其他的院市來到廣州接別親友，在那個流化那個叫做應該廣州西站的那裡出入的，所以那時來說呢都挺轟動的。說去到越秀山球場呢，我們當然是早入去的啦，但已經高朋滿座，還有呢就廣州市呢一有外來的球隊，那時香港都屬於是英國政府管理，都屬於外來球隊，就一定是爆棚的，不論你什麼球隊外面來的就一定爆棚的。就雖然我記得那時是每張票是幾毫子，但是那時一票難求，很虛撼的。未到球場，在幾日前已經是那些撲飛成廣州市，就是很多球迷走上屋企，同埋通過好多關係啊，又識得啊你啊，即係啊爹哋媽咪問你攞飛啦咁樣。我哋根本唔係去到球場嗰刻嘅，直頭係喺知道對香港隊嘅消息定咗幾時，已經係全部已經係好沸騰。因為嗰個年代嘅球員咧，佢個榮譽感啊同責任心都好重，佢哋覺得即係能夠代表香港
廣東去香港踢波，一定不能夠輸得，既是對廣東的負責任，亦都對香港嗰啲親朋嘅負責任。就當時即係萬人空巷啊！嗰時即係我哋內地啱唔係太過開放啊嘛，咁所以就變咗即係所謂其實香港隊都當係外隊噶啦嘛，嗰時未回歸啊嘛，咁啊哇好正啊！即係攞到球票係好有 face 嘅事咯。咁同埋嗰陣時我哋都知道就香港足球嘅水準好高嘅，咁啊加上我哋又有容智行嗰啲天王巨星喺度，咁啊變咗咧就省港杯變成一場即係好似決賽、好似 final 嗰種，即係好正嗰啲比賽啊！咁啊，水準又高啦，同埋啊又吸引力，同埋勝負大家亦都好在乎。咁啊，第一屆我記得啲省長咩成都嚟曬嘅。咁啊，我入到去係好開心咯，因為攞到張票都係幾困難嘅事。咁就同埋哇，每一個入球啊，同埋即係每一個過程，可能大家都係茶餘飯後討論幾日咁啊。嗰時報紙嘅啫嘛，嗰陣時係真係可以講係一個足球嘅盛事啦，萬人空巷啊，直情可以咁講啦。直播七九年其實開始慢慢普及㗎啦，咁就有部分係黑白嘅，咁彩電亦都開始會多咯。咁啊，收音機更加犀利啦，收音機就我哋有我哋啲前輩啦，黃大興啊，咁啊港台亦都聽到好多嘅前輩啦，阿何鑑光先生啦，咁嗰陣時其實真係好多㗎。咁好多朋友其實嗰時中意聽電台，因為電台講得放啲，好似冇咁多限制啊嘛。咁同埋電視唔係即係家家都有㗎，咁變咗電台好似就比較。即係比較係大眾化啲嘅一個媒體嚟欣賞省港杯咯，係一個好美好嘅回憶嚟嘅。其實係成日抄啲報紙啦，抄啲報紙嗰時《文匯報》啊咩啦，咁同埋有一段時間我哋係可以聽到商業電台嘅，我都聽過阿叔嗰啲足球世界，星期一晚嗰個足球世界，咁所以就可能佢哋係真係喺攞嗰啲途徑嚟了解對方嘅情況咯。咁我諗其實大家不過都唔使了解啦，大佬。大牛仔胡國雄、鐘楚維、劉榮業，同埋我哋呢邊阿楊智行、阿肯哥、阿希榮、阿何佳、謝志光、葉世權，全部都巨星。喂，即係等於你話法國對巴西，使唔使做功課啫？唔使噶啦嘛，一定係尼馬噶啦嘛，一定係麥巴比噶啦嘛，係咪先？而首屆省港杯落場嘅教練同埋球員，當時嘅心情又會係點咧？即係廣東咧，佢有一個傳統啊，廣東隊有一個傳統就。我不管你對方是什麼隊，幾大就幾大，即係俗語廣東的口頭禪，即係大家嗌交上幾大就幾大啊咁。即係你強，我一定要跟你打過，我寧願輸俾你係3-1或者4-1，絕對不希望死守輸2-0。第一場波我仲係咁嘅嘅，因為我做教練我係嘅。整個隊的戰術指示思想是全攻全守，以攻為主，我知道思想是這樣。所以對香港這個第一屆省港杯，我對香港的球員不是很知道，但是知名度我都清楚，哪些人啊，怎樣，好像胡國雄啊、鐘楚維啊，包括那個中鋒尹志強等等，我都知道，因為香港冇睇佢哋踢過，但係佢哋好多啲球迷喺香港睇到波，有佢或者佢有啲親戚喺香港睇嗰啲報紙啊帶翻上嚟，我知道啊，正式就話贏唔贏我唔清楚，但係打過先知。我就抱住呢個心態，一定要以攻為主，係咁嚟打呢場波，因為只有進攻先贏，先入得到波啊！你守極。而且香港我知道香港佢係亦都係進攻嘅實力嘅，比防守嘅力量更加強一啲。包括佢嘅人嘅知名度各方面，我就咁樣嚟佈置我第一場嘅比賽。因為咧省隊咧成日都有好成績嘅，佢哋喺蘇永順教練帶領之下咧，好多好成績已經喺香港已經傳咗落嚟㗎啦。我哋係知道嘅。佢哋咧基本上每人嗰個個人技術好好嘅，小組戰術又好嘅。大家包括咧，容智行啦、中國球王啦、何佳啦、陳希榮啦、歐偉霆啦、江明啦，都係好波啊！呢班球員，省隊咧係南方最好嘅球隊嚟嘅，北方係遼寧隊啊，兩大派系啊嘛，南方啊打幼勢打呢個小組戰噶嘛，北方打高挑大棍噶嘛，我知道佢實力好強嘅。另一屆咧都係打得比較即係緊張啲，同時咧就係一個比較謹慎啲嘅，大家都係
部署五波咁嚟打嘅，即係都唔會話又搶攻啊，又防守啊，唔係要摸清楚對方係點樣先，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我哋瞓醒覺喺車去上二秀山嘅途中，沿途嗰啲球迷夾道歡迎，已經唔使熱身啦，即係可以講係就係、是、咁，當年真係咁瘋狂嘅，真係，仲真係呢種嗰、那個。即係嗰個此情此景啊！依家仲好似唔係好耐嘅事啫，所以感到自己都即係幾榮幸啊！而球員仲記唔記得當時雙方教練點樣部署呢場賽事？而且啊，我哋作為球員都係唔能夠落筆打三更，一定係要一開波就有呢個氣勢，咁讓對手覺得你係硬嘢，咁或者你喺佢未醒覺嚟嗰陣時已經係。將佢個氣勢壓咗落去，或者甚至偷到雞啦。咁呢樣嘢係一個非常好嘅戰術嚟，我覺得。對咩球隊？因為喺香港，頭先講咗啦，我哋對香港隊個信心上咧，好大嘅成長咧，就話我哋嘅體能個速度係優勝過佢，所以我哋就更加會有信心，所以就希望爭取開場，爭取去。入球先攞咗主動權，咁呢個又係我哋嘅廣東隊嘅踢法。廣東隊啊，係嗰個狀態咧最好嘅狀態，七九年。因為點解咧？我哋經過兩屆嘅全運會，因為原班人馬越打越嗰個巔峰狀態嚟嘅。廣東隊係阿蘇指導帶領之下係最 fit 嘅嗰時候。廣東隊對香港隊，我哋嘅信心即係好足。雖然香港隊都唔錯。佢人馬有好多個勁抽嘅人嘅，全部香港隊嗰時就係最好狀態嘅，所以嗰場波咧就打得非常之激烈。喺省港杯都已經係好耐歷史啦，咁就當時我仲係僆仔，即係因為喺我嘅隊友之中咧，我係最細。咁我記得當時廣東隊真係猛將如雲啦，例如阿容志恒啊、阿何佳啊、杜志仁啊嗰啲，即係總之廣東嗰啲，即係噏得出都係名人啦。咁變咗我就第一屆入主，我諗係兩隊波夾埋最後生嗰位我啦。嗱就兩樣嘢，第一我就會比較多接觸喺國內，因為我打羽會，咁變咗我羽會每年季初都會喺上面度集訓。咁但係同省港杯嗰個級數咧，我哋上個集訓個比賽同省港杯嘅級數，即係唔可以相提並論啦。我記得我哋當時上去住就係、是、住東方賓館。當時我哋啲球迷，我哋一出到去，一出車去球場嘅時間，我啲球迷根本就可以喺個賓館裏面一路擁帶到你去個球場嘅，即係我哋就坐啫，佢哋就一路喺架車旁邊一路咁樣，即係感覺好似推咗我哋架車上去個球場咁樣，係啦。其實一啲敵對到心態都冇嘅喎。當時係冇啊，因為嗰時大家都知道我哋出去都係一路都係講住一啲所謂友誼第一啊，比賽第二啊咁樣。當然落到場大家都會好激烈、好搏命，但係當時個心情就係、是。即係能夠將兩地去交流，有啲同啲咁高嘅水平嘅國內嘅所謂升級球員去比賽咧，當時喺我嚟講係相當興奮。我哋啱啱七九年就上去打省港杯啦，頭即係屆屆其實我都有份嘅。咁第一屆、第一二屆，即係講下第一屆咁啦。我哋上到大陸咧，其實咧嗰時好少球隊係翻上大陸打波嘅。咁嗰時咧。省港杯有呢個省港杯，我哋係咧同廣東隊交流。咁我哋上到去咧，其實咧，個球場咧係好熱鬧。咁呢個唔出奇嘅，因為咧，當時香港嘅球壇都係好蓬勃。咁我哋但係咧有一樣嘢咧，見到咧嗰啲球迷咧係好齊心，同埋咧佢哋著嗰啲，即係嗰時未開放，唯有啲。嗰啲球迷咧，係嗰啲衫褲咧，係好多係素色，即係覺得係咧，覺得佢哋啲衣服咧係好整齊咁咯。其實佢哋嗰陣當時嘅情形咧，佢哋嘅衣服咧係咁樣，幾特別咁咯，係啊。而廣東隊球員對當時嘅香港隊球員又有咩感覺？香港隊嗰啲球員咧，就我哋一早都係有一個認識咧，就係、是、國際賽比賽嘅經驗豐富啦。同埋佢個人技術咧，真係個個都有獨當一面嘅。咁佢比較
大的特點就是每個球員在每個位置都是勝任那個位置最好那個位置才找那個人來的。咁相對呢方面嚟講咧，就我哋覺得香港隊嗰個獨當一面嗰個經驗啊，比我哋要豐富，因為佢哋始終個喺嗰個對外比賽嘅經驗比我哋豐富啊嘛，啊我哋又比較局限。嗰時候我記得余先生係燒行炮仗嘅，好熱烈嘅。咁而且咧，當時咧就中國大陸仲係算係比較封閉嘅時候，我哋亦都引領到咧就話。請入嚟送出去的嗰種感覺咧，相當之唔一樣。咁而家咧就諗翻轉頭咧，當年嘅香港俾我一種好大嘅神秘感。咁如果從足球交流嘅角度嚟講咧，我哋覺得咧雖然話有輸有贏，但係廣東嘅地區贏得相對係比較多啲啦。咁我覺得咧，由於接觸外界嚟講咧，香港比我哋早，打個比喻計咧，香港足球嘅球員嘅技術意識係唔錯嘅基礎。但係當年我哋如果同香港打嘅時候我哋嘅優勢在於我哋嘅抗衡力、體能啊、速度啊方面咧，亦都係有相當嘅特點。咁啊各有特色啦，我仲記得當年嘅你啊胡國雄啊、黎新祥啊、郭家明啊等等咧，就喺亞洲嘅呢個足球市場，亦都係一個好有名氣嘅一啲球員啦。咁就想當年香港喺亞洲嘅嗰個足球地位，亦都係頗高嘅。咁所以從發展角度嚟講咧，我覺得咧廣東嘅足球同埋香港嘅足球都要夾下勁。其實咧，我頭先講咗。香港隊的球員每個我都很深刻，因為他們的那個特點啊，嗰啲技術啊都好嘅。嗱，你嗰陣時我哋同佢踢嘅有尹志強啦，鐘楚維啦，嗱你嘅施建熙啦、馮志明啦、劉榮業啦、梁能仁啦、中場古胡國雄啦，係嘛？你後邊啊有呢個蔡玉如啦。陳世九啊，曾廷輝啊，成班呢班球員啊，嗰段時間，因為嗰陣時啱啱個世界盃，唔知嘅我又少咗賽，唔知出得少咗出線嘅，呢班人好 fit 嘅，咁我咧又好彩又遇到佢哋，啊！但係咧我哋嗰陣時咧，因為我哋接觸外邊咧，相對應該比香港低啊，即係冇香港咁高嘅對外嘅水平啊，咁我哋。就爭取呢啲機會去鍛鍊自己啊，學嘢咯。咁你因為嗱，你睇到香港啲球員踢波好瀟灑、好自然啊。即係相對嚟講，可能我哋就冇咁嘅態度，或者冇咁嘅 feel 出嚟啦。咁呢啲我哋又學到嘢啦。人哋即係見世面，即係可以講係見世面。最終第一屆省港杯由廣東隊奪得。當時香港方面亦都隆重其事，由港督麥理浩負責頒獎俾廣東隊隊長何佳。我哋正式嘅比賽咧叫省杯啊，同香港隊，因為嗰陣時係呢個訪問就友誼賽啊，亦叫咗個杯賽。咁從呢個第一場、第二場波嚟睇咧，嗱你第一場波我哋喺主場只能夠入對方嘅球波，即係講明嘅水平雙方係差唔多嘅。咁咧第二場我哋翻到去到呢個香港踢咧，因為我哋有個贏一場波嘅心理，咁咧。對香港隊咧，我哋係比較放得開。咁加上，因為點解會個比分比較大咧？香港可以入佢三球咧，我香港，因為我覺得個當時我哋嘅整個隊嘅整體合呢個水平啊，係比較好。大家比較齊心，咁咧就特別響呢個體能方面啊，係對於比香港隊優勝嘅。但香港隊的技術水平不比我們差的，他如果逐個稱都大家差不多的，他又那時候當時香港都 很高水平，這些球員有多球員，但是我們就優勝，我們的體力情況是優勝過他們，所以他在這方面就比我們吃虧，所以你看到我們入球的情況是可以在速度方面去勝香港隊。如果說個心情真的可以說的，當然是很好激動、好興奮啦！因為我哋本身係即係運動員，特別又中意足球。咁喺呢場嘅叫做咁即係咁有意義嘅省港杯比賽，贏咗波落嚟，而且一樣嘢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一個見識、一個交流。因為喺一個足球嗰上又咁，你所講嘅麥理浩爵士親自嚟頒獎啦。咁仲有一樣嘢就。廣東亦都派咗一個
副省長嚟帶隊啦。咁即係呢方面咧，我哋球員咧都感到即係好好受尊重，好受嗰個重視。打港杯第一屆咁啊，好榮幸我哋攞冠軍啦。咁啊撞啱嗰陣時港督麥理浩，咁佢親自出嚟頒獎，咁啊好好多啲高官都有出嚟。咁即係作為我哋當時嘅兩地交流咧，呢個情況咧就有啲特別啲咯，就感覺比較興奮咯。我冇諗到嘅比分係3-1呢個比分，我冇諗到。我係爭取一定要贏，因為第一場贏咗啦嘛，即係知道香港隊嘅水平實際上同廣東嘅水平係不相上下嘅。問題就邊個佔得到優勢就邊個。再加上嗰個年代啊，我仲未有主場客場嘅觀念，仲未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諗住客場我冇話啊，客場對我不利喎。對主隊有利，我冇諗到㗎。主場第一場我亦都冇諗到啊！呢場波我哋應該有利，我未認識到呢一點。係後來我當咗嗰一隊教練之後，打完個世界盃之後，我先至意識到主場同客場個區別。所以第一屆省港杯喺香港打嘅時候，我冇想到呢個問題，只係第一場贏咗，我第二場都應該可以贏，繼續仲係用同一個指導思想話贏到。繼續贏咯，咁就呢個上環去打。我覺得亦都有個笑話啦。我哋因為第一屆我哋對咗俾廣東隊，輸咗俾廣東隊，其實我哋當然嘅實力是廣東隊強好多嘅。咁喺第二屆我哋都冇抱住一個贏波嘅心理去打。咁因為嗰時咧香港就打主場先，客場我哋先上去廣東。咁我哋喺香港就都係用一個守嘅姿態，咁啊俾我哋好幸運入咗球波先。入咗球波之後咧，跟住上到去廣東咧，咁就亦都有個笑話啦。當時我就打右後衞，咁啊因為越秀山嗰時個鐘咧，所謂個大鐘咧就唔係自動嘅，係人手撥嘅。咁我記得我哋當時一路踢一路踢，球迷喺度一路喺度嗌廣東要追翻啦追翻啦。咁當時我一路踢就係我成日望住個大鐘，即係都踢咗好耐咯喎，仲係下半場40分鐘。哇！我感覺已經踢咗成20分鐘都有多，但係因為當時事後佢講翻俾我哋聽就係話，因為佢真係冇咗好耐時，因為撥鐘嗰個都係球迷噶嘛，廣東即係好似廣東一日唔追翻咧，佢就每一日唔會撥咗45分鐘，咁啊直至到打咗好耐好耐，足之都冇辦法追，唔知道廣東隊追唔到啦，咁就撥咗上去45分鐘，跟住球證就吹完場雞，咁啊感覺就係以前嗰、那個即係。冇而家咁電子鐘咁好啦，因為你係人手變咗，咁都好難講啊！佢哋都係廣東球迷嚟噶嘛，你失落咗第一屆啦嘛，咁亦都了解咗佢哋究竟係點樣打法嘅，咁佢哋嘅進攻係點，防守係點，我哋梗係咧將個實力咧擺得平均一啲，我哋喺大球場打第一循環咧，佢打兩場噶嘛，我哋主隊先啊嘛，咁唔使講啦，我都係打穩手突擊噶啦嗰陣時，呢個真係因為實力實在太強啦。因為咧，我哋第二屆咧，劉榮業一定要提呢個球員，因為佢細細粒粒，但係經常咧佢係入波嘅，咁所以咧佢喺大球場咧入咗球波之後咧，下到我哋翻上去越秀山打嘅時候咧，我哋梗係穩手突擊啦，1-0就贏㗎啦，結果我哋如願以償啦，就係咁樣攞到杯啦。省港杯嘅成功，除咗促進兩地足球文化交流之外，亦都促進到兩地嘅經濟。由於當時剛實施改革開放。好多香港的商家對投資內地仍然心存憂慮，所以霍英東每屆都率領省港杯觀光團與內地各省部門作交流，最後引申到好多港商肯國內設廠，對於兩地經濟上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最後霍英東亦都將呢套概念伸展到其他運動項目，跟隨效法。而我哋今集邀请到当时有份评述第一届省港杯嘅评述员何鉴光先生，带大家走进时光隧道，怀念一下过去光辉岁月，跟访问到一班第一届参与比赛嘅球员讲一讲，听一听佢哋嘅感受。嗱，而家我喺呢度咧，你哋俗称东教场运动场，全名叫做广东省体育场。啊，咁呢个咧就系省港杯，应该系第三届开始喺度打嘅。第一、二屆就喺越秀山，第三屆喺呢度。咁當然嗰陣時冇呢度咁靚啦嚇，就而家裝修過啦嚇。咁我哋咧廣播，你喺邊度咧？嗱，大家睇上去，而家有幾個攝影機擺喺度嘅。嗰度咧係佢哋嘅寫字樓嚟嘅。
咁佢哋借出一個寫字樓俾我哋坐喺嗰度講波，咁就望住呢度咧喺度睇喺度講波啊！我喺呢度都幾廿年啦。咁及後而家應該係前年咧又翻嚟呢度打啊！前年之前咧應該係去過啊佛山啊、惠州啊、番禺啊嗰啲。咁今年咧，前年咧翻嚟呢度打，咁翻嚟呢度打咧就厲害好多啦啊！即係聚腳，個個都熟呢個場。咁大家睇到呢個海旋門啊，41屆省港杯，所有球隊咧喺呢度出嚟，一陣間都一樣噶啦，屆屆都咁啊，兩隊攜手喺呢度出嚟啊。咁啊，呢兩邊咧，而家坐公安嗰兩邊咧，就叫做學習席，係俾嗰啲球隊球員咧，同埋啲家屬坐喺度嘅。啊，咁呢度咧就梗係貴賓席啦，上高梗係啲省體委啊、市長啊，冚唪唥咁都坐曬喺嗰度嚇前邊。咁我哋就喺後邊嗰度講波啊！喺踏入東教場內，我哋發現到廣東省體委為一班曾經喺省港杯立下汗馬功勞嘅廣東球員製作紀念牌匾，以表揚佢哋喺省港杯嘅貢獻。嗱，呢度大家睇到啦，省港杯一個時代的印證，即係話踢過省港杯，呢度係一班佢哋認為咧有代表性嘅，喺曬呢度啊！你近鏡影影呢個，有冇人估到呢個係邊個？我唔開估啊！你上節目播出，你睇下有冇人估到呢個係邊個？呢啲係好易估㗎，你睇到啦。容志恆嚇，即係有個撞啊！陳希榮、歐偉廷、郭益君，一路好易嘅。但係呢個咧，初初我睇唔到。是啊，咁我今日咧就咁啱喺德國翻嚟啦，咁啊入到嚟省體育場，咁啊同你哋一齊喺度睇今日嘅波，咁亦都睇到即係我呢個腳印啦，咁啊即係係一個記載咯，亦都好開心。即係以前我曾經參加過幾屆嘅省港杯，咁今日翻嚟睇到整個場地啊，同埋各方面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咁就今日翻到嚟東教場嘅時候，好高興睇翻自己嘅腳印啊！咁就想當年好多人形容咧，我哋嗰屆喺蘇里蘇導嘅帶領底下咧，算係比較鼎盛嘅一個時期。咁就曾經有人講話中國足球半廣東咁啊。呢個大師兄容志恆啊，呢個陳希榮，呢個我，呢三個人咧就代表咗第一屆省港杯嘅第一屆嘅。啊，因為第一屆咧，自己就睇到自己嘅腳印咧，就好有意義。又回顧咗第一屆嘅省港杯，因為我咧即係有一個比較榮幸咯，即係第一個入球係我，所以我感到非常之高興。我哋嚟訪問一班過往有份踢省港杯嘅球員，回憶下當時佢哋又有啲咩感覺？我覺得應該係前一屆咯，前一屆廣東隊喺主場，即係喺主場啊，輸緊嘅。跟住開始逆轉咯，即係阿盧林帶領廣東隊逆轉咯，咁嗰屆就好開心咯。咁我哋省長，我哋副省長許瑞生亦都喺看台嗰度，成個跳起嚟，哇！大佬省長都跳起嚟，咁你證明嗰個比賽其實係幾咁經典咧？廣東同香港帶咧，其實幾突出廣東足球隊嘅嗰、那個、那個速體能同速度。最比較嘅時候有一段時間，我只係舉一個例子，陳海賢曾經打廣東隊，亦都喺香港踢過波，佢個速度嘅優勢係咪好明顯咧？有啲時候佢一開咗速度嘅時候咧，香港都佢真係追唔到嘅。甚至乎咧，第一屆省港杯，我又講翻我師兄何佳啊，佢哋喺香港打嘅時候咧，佢曾經哇一路係咁推過去。速度，即係佢個作風咁樣起咧，佢作用。咁其實咧，嗱講真一句咧，因為整個省港杯嘅歷史去到41年，即係有佢唔同一個起伏嘅一個階段。其實咧，有啲時候咧，香港球員啊，我3-1、3-2唔夠佢踢㗎啦。其實咧，你一定要綜合整個90分鐘嘅嗰個表現。佢唔係話淨係靜止個30%嘅時間，因為個足球嘅提升咧，佢係一個綜合素質嘅要求。所以我就覺得咧，香港足球提升嘅時候咧，我用頭先攞到阿仙奴嗰個例子嚟講，你更好嘅技術，如果抗壓力上唔到去嘅話，你要攞一個好嘅成績係唔容易。因為我哋嗰陣時咧，即係你話省港杯，我第一次參加啦，就84年。咁我咧就當然係個心情啊，各方面啊都係有啲緊張咧。代表廣東隊第一次踢省港杯啊，咁啊即係個人都比較興奮啲咯。咁啊，所以咧就對於當時嗰個環境啊，廣東隊嗰個當時嗰個人員配搭啊，都係稍為會比香港隊會強啲咯。
所以咧就基本上都係即係激動歸激動，但係落到球場咧你始終係要踢波，要踢好場波為主大家即係作為一個技術交流。嗰個年代咧，省隊嘅實力比我哋香港隊之上咯，咁所以我哋無論作客又好，主場好，都係佢哋勝先知嘅。咁當年咧，好多傳媒咧又話。郭家明，因為郭家明我係做郭家明嘅助教啊，咁啊成日話郭家明，成日識揾手突擊都唔進攻，咁當年嗰時候你真係冇可能贏到佢嘅，即係人哋嗰啲一陣陣嗰啲咁嘅攻勢冚過嚟咧，你冇得應付啊，所以就唯有即係梗係防守穩陣啲咯。咁例如嗰陣時佢嘅人選好好噶，歐楚良啊、郭益君啊、麥超啊。池明華、王惠良啊、吳群立啊、謝玉生嗰扎真係係香港嘅頂，即係廣東嘅頂尖球員嘅。而且當年佢哋嗰啲代表呢個中國咧，亦都有好好表現嘅。咁佢主要就出產嗰啲快嘅逆風啊，譬如吳群立啊、謝玉生嗰啲喺呢個國家隊有個貢獻，即係仲有咩趙達宇嗰啲。咁之前佢唔選廣東啲球員咧。咁佢個攻勢啊，個組織冇咁強盛嘅中國隊。從七九年開始，我哋就本身就期望住想話參加省港杯嘅。咁我記得應該係1983-84年我就開始踢第一屆，第一次落場踢。咁從呢個感覺上嚟講，哇，好開心咯！因為而且仲有一個咧，嗰、那個年代嚟講咧香港嘅水平係比較高嘅。咁好似同我哋對手咧咩張志德啊嗰啲，後期嘅李建和啊呢啲，我哋同場競技咁啊，都話。那個紀念價值很好啦，可以講係有一屆咯。我哋即可以落三個外援，咁我哋係請咗范志睿啊、范志毅啊、宋侯津啊呢啲，即呢一屆比較感覺比較深嘅。就我哋喺香港先輸2-0，翻到省體場仲係輸1-0先，最後連追三個最到最尾係點球贏嘅嗰屆，應該係1994年嗰屆。因為呢一屆省杯係比較難忘，我哋能夠落後3-0之後。咁然後咧，仲可以追翻翻嚟，而且捧咗杯，咁啊呢一屆就比較難忘嘅。其實我哋以前對佢哋都係嘅啦，開波都預咗佢啦，嗰15分鐘咧，佢一定係壓住嚟踢嘅。第一，佢哋本身嗰個嘅練習嗰個體能又好啦，咁同埋佢哋個速度又快啦。咁我哋咧就一開波嘅時間咧，都郭家明咧教練都提醒我哋，逢係一對親佢哋咧，佢頭嗰15分鐘你一定要集中。如果你唔集中嘅話咧，你分分鐘輸1-2球俾佢。右邊有古廣明嘅啦。在左邊甚至都有很多出色的邊鋒的球員，所以那陣時係要特別要指示要點樣乜佢嘅。呢樣嘢好明顯在過嚟85-19嗰場波，好明顯表露了出嚟。因為省港杯我哋年年都打，廣東的球員比較細膩啲，仲個人的能力會強啲，同埋佢哋嘅側擊係強好多，比較細膩啲。喺我哋嚟講咧，就比較難應付啲。相反嚟講，如果去到85年，因為國家都已經開始慢慢轉型啦，轉一啲北方嘅球員啦，佢哋嘅打法好似好相似同啲鬼佬啊，即係做兩做嘅，將個波踢入去禁區裏面啊，靠高大身材啊咁樣啊，呢啲我哋反而唔驚喎，因為我哋80年代嗰段時間，即係香港好多嘅球隊都係有外援嘅，我哋反而應付呢種波，我哋反而唔係太害怕。咁所以其實我哋嗰時對廣東嘅勝數，我哋就冇乜把握。反而對國家隊咧，我哋仲可以應付下。佢哋真係對於省港杯咧，好多人睇嘅。咁佢一去到當時嘅越秀山球場，或者而家嘅東教涌球場，哇！一片紅海可以咁講，真係非常之熱鬧。哇！呢個轟動，我諗香港比較少有嘅，真係。會唔會你去回望翻你享受省港杯嘅時光，日子太短啊？會覺得哎呀，如果我能夠留喺度，我享受更多個榮譽。我咧覺得咧就係呢方面咧有少少覺得係唔係長短嚟衡量，係講個意義，因為第一個省港杯啊嘛。咁同埋我自己又有直接參與，仲有幸即係話做球員去代表廣東隊，咁呢樣嘢我覺得意義就大過個時間嘅長短。喺40多屆嘅省港杯裏面，有邊一屆賽事令到你哋香港球迷印象深刻？我相信了解省港杯嘅歷史嘅球迷，
都一定记得第十一届陈发之呢球倒挂金钩。呢一球系将香港队从劣势之中反胜广东，重夺失落六届嘅冠军。当时嘅情形咧系卜至心灵嘅啫，即系因为平时练波都有练嘅，一定系噶啦。你习惯咗系咁样嘅话咧，因为如果你冇练咧，你系唔会系当时系会做呢个倒挂嘅。咁就我背住龙门，但系我知道个龙门喺我后边，但系你一定系卜至心灵系。倒掛咯，咁嗰球波係話運氣都好緊要嘅。發發之一個嘅倒掛啦，嗰個倒掛就即係好緊要嘅，對於我哋即係反勝翻就廣東隊。咁另外一個神馬就我射入嘅，咁嗰個場都俾我嘅記憶咧就比較係深入啲嘅。贏波第一打得好啦，第二班球員嗰個嘅鬥心冇放棄過，咁啊令到佢嗰場波咧係能夠反勝係。到而家我都係仲記得嘅。根本喺第一，我哋嘅實力係明顯冇人哋咁好。第二就喺落後兩球之後咧，好多球員嘅心理係出咗一種即係好反覆。咁能夠喺咁即係咁逆境之下，能夠俾我哋追翻兩球之後咧，其實我哋追翻二比二嘅時間，我哋已經諗住呢場波有機會贏，因為我哋當時嘅氣勢相當好。球員係冇諗過會輸，咁真係俾我哋即係大家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向住同一個目標，足之我哋就達到。我哋又回憶一下香港球員喺省港杯嘅記錄。喺省港杯裏面出席最多次數嘅球員係李健和，一共出席咗12屆。而第二出席次數最多嘅球員係陳少琪，佢一共出席咗11屆賽事。而佢亦都到目前為止奪標次數最多嘅球員，一共奪得7屆冠軍。同時間，佢亦都係省港杯入球最高嘅香港球員，一共入咗5球。而緊隨其後係巴貝利，佢亦都入咗4球。即其實你唔講，我真係唔知道自己踢咗咁多屆啦。即之前我都係記得係踢多過10屆，但係。不知道，即係已經踢過11屆啦，同埋你話最多入球，自己都冇去計過。咁呢個係一個榮譽嚟嘅，即係作為一個球員有咁嘅記錄。咁同埋省港杯都係即係一個都好有歷史嘅一個杯賽啦。咁即係代表即係可以代表香港去踢，咁係一個榮譽嚟嘅。我記得有一屆係我哋用奧運隊去踢嘅，即係全部都係我嗰年85、86嘅球員去踢。咁最後踢到加時，自己入到球波去贏到嗰屆嘅省港杯，咁嗰一屆都好難忘。但係講到奪標嘅成功率，就係、是、奪標次數排行第二嘅吳偉超，佢曾經出席過5屆省港杯，並奪得4次冠軍。一個好美好嘅回憶啦，因為省港杯對我自己嚟講，喺一個職業生涯當中踢咗5次。而可以攞咗4屆冠軍，咁第一次印象好深刻啦。第一次應該係喺2003年，我記得2003年嗰時，嗰時我仲喺廣州嗰時踢嘅。咁翻嚟第一次攞省港杯冠軍，作為正選球員啦，嗰時候就特別印象好深刻啦。咁仲有一次就係最後一屆啦，應該係2012年啊，自己作為香港隊隊長，亦係。自己在香港隊最後一場比賽，而踢完那場之後就沒有踢香港隊了，我覺得是一個作為自己來說是一個完美的終結，所以省港杯對我來說從開始到結束都是一個比較好的故事。而帶領香港隊奪標次數最多的教練就是已故教練黎新祥，他一共奪得3屆的冠軍，其次是郭家明和曾偉忠。而刚刚一届带领港队蝉联冠军的教练郭家乐，亦都是领军2届都能够夺标，成绩非常之优异。回顾整个省港杯技术层面上，有球迷觉得新一代的球员并冇旧一批的好，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话而家呢几届咧，就我觉得佢哋真系似乎冇啲前辈咁好波。咁嗰阵时大仔啊，佢哋阿韵佬啊嗰啲咧，我就觉得佢哋印象深啲啦。包括而家我讲波都好欣赏嘅阿大哥鱼咧，佢哋踢波哇真系好正，踢到直情火花四溅。可能嗰阵时个印象会深啲啦，唔知系咪我年纪大咗开始怀旧咧？千祈唔好有一种复印嘅思维。有啲人话边个好波，你譬如容智恒好波，你带翻个容智恒出嚟，呢个系唔可能嘅事。所有嘅球星嘅产生都系普及党中诞生嘅，所以我喺好多研讨会都提个问题，要产生球星一定要提升系咩咧？普及嘅质量。
因為我哋所以有啲時候咧，好多時候話啊，我哋個形勢方面唔錯啊，但係個普及嘅質量上唔翻去嘅話咧，你係好難出到球星嘅。咁談到呢點嘅時候咧，最緊要最緊要就係踢波樣嘢，唔係邊個去監，而係你有冇呢個興趣。想當年我相信胡國雄由細到大嘅時候係由於佢本身個興趣而產生之後迷咗落去，越踢越好，即係等於係佢係即係嗰個球星嘅產生係自然而然咁產生，唔係你印出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無論香港嘅足球，包括大陸嘅足球，一定要培養過程當中要使啲球員就產生個興趣，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發展嘅趨勢對我成日講咧喺做好件事嘅時候咧，要三件事一定要搞清楚嘅。知道個趨勢係咩，規律係咩，我哋嘅現狀係咩嘢？咁就喺呢個人當中，你將佢分析分透嘅話咧，咁你個發展嗰個彎路會走少好多啦。咁打個比喻，你頭先問起我啊，你最深印象咧？我最深印象喺香港踢波打漢堡3-3嗰場波，我自己入咗兩個波。到你而家啲觀眾咧，即係攰直人口，即係話啊嗰陣時又點啊點啊。咁我覺得咧，而家都覺得好遺憾，即係後繼乏人，即係唔係好多人。咁所以咧，而家咧慢慢慢啲領導重視到咧，就喺嗰個發展嘅基礎上面嚟講咧，要想做翻啲嘢。咁我都衷心嘅希望廣東足球能夠後繼有人，就冇咁專業，冇咁去鑽研咯。所以變咗而家啲球員，係即係同我哋嗰陣時嗰批。我覺得係有距離啊！我嘅睇法唔一定啱，係咪先？我都今日先同我啲朋友講就話，我哋上年元老隊響石硖尾踢一場波，下午大球場三個杯踢一場波，兩隊波唔同嘅。上嗰場波係睇到個人技術出嚟，有球隊戰術出嚟，係打到嘢俾你睇嘅。但下傳配安咧打唔到啊！譬如話張三李四，哇呢個大波好喎！啊張三李四啊呢個射波好喎！但係上嗰場波啊呢個球員喂嗱，睇佢個人技術過幾個人喎！而家講唔出呢啲球，就呢個好大差距。既然省港杯咁，點解好多人去關注呢？因為廣東隊有好多球星，香港隊都有好多球星，咁大家都係嚟自唔同嘅城市啦，咁兩個地方去踢啦，咁我覺得吸引。即係一場比賽要吸引觀眾嘅話，肯定需要有球星出現啦。咁到而家可能睇下而家廣東嘅都冇一球星，香港隊嘅又冇一球星。咁我覺得當你個比賽冇一球星嘅話，就算喺全世界任何個杯賽都係一樣，你自然好難吸引到球迷去參與呢場比賽去入場睇咯。我覺得最緊要都係球員嘅能力咯。而新一輩嘅教練同球員對省港杯又有啲咩期望？即係我開頭早期踢的時候就是一個 很大競爭的比賽，即是廣東省會派去最好的球員，我們香港人會派去最好的球員，所以那個競爭性的味道都很強。但是可能近期即近這兩三年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是比著重比年輕球員去踢，其實都是一件好事的，因為即可以好像今屆這樣即全部都是98、99或者千禧年後的球員，等他們有機會去代表香港隊去比賽，等他們可以更加快去成長或者培育他們即去攞經驗會好一點。我覺得其實用省港杯現在去用青年球員去踢是一個很好的事。其實都省港杯都而家去到今屆叫做第41屆啦，其實都有超過40年嘅歷史。我自己其實作為一個球迷咧，咁喺電視睇當年，咁其實好享受睇省港杯呢個比賽。我相信好多球迷都係有球迷話，可能話省港杯已經近幾年已經可能話人腳上面香港隊可能出啲比較年青啊，甚至可能今年係變成一個 U23 嘅一個即係準備 U23亞洲杯外圍賽嘅一個比賽咁。但係即係省港杯其實咁多年歷史，我自己係覺得其實呢個比賽都好重要嘅。咁其實好多香港一輩嘅老球迷都會入場去睇波，尤其是睇翻上年主場，我哋有多過5000嘅球迷去支持我哋香港隊，其實亦都證明就係話香港隊喺呢一個省港杯嘅比賽其實都非常之注重嘅，非常之重視。咁當然啦，兩岸嘅足球交流都好緊要。咁好似啱啱上一個省港杯咁，我哋即係我哋成功咁樣去攞到冠軍啦。咁其實幾位嘅球員，陣中嘅球員講緊卓耀國啊。
張志勇啊，甚至袁振聲咁，佢哋都喺省港杯之後揾到新嘅球會啦。有啲亦都攞咗即係聯賽嘅最佳十一人咁樣，係去達到佢哋足球生涯嘅高峰。所以我自己覺得省港杯嗰、那個個存在價值係絕對係有嘅，而且對好多香港嘅年輕球員，甚至一班可能話冇可能遲開始踢足球。例如陳廣豪咁樣樣，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好嘅踢省港杯嘅訓練機會。咁所以我自己即係打咗兩屆省港杯，我自己都好 enjoy 去呢一個主場作客呢兩個回合嘅環境。所以我即係都好想繼省港杯繼續每一年咁樣樣去搞落去。我覺得呢個賽事係一個對於雙方嚟講都係好好嘅一個比賽咯。我覺得因為大家可以通過比賽而去交流。但是你話如果取消個比賽的話，雖然可能而家冇咁多人關注啦，但是你香港球員可以有機會同其他嘅唔同嘅地方去踢多啲，我覺得啲嘅經驗係好難得嘅咯。因為就算你參加本土比賽，好似而家之前咁，你香港有機會參加亞協又好、亞冠又好，都係啲好多國際賽嘅經驗嚟噶嘛。咁我覺得作為香港球員又好，作為廣東球員嚟講，都好難得咯。我覺得呢啲機會，因為你淨係踢本土聯賽，大家都係同一差唔，你日成日都踢啊嘛。但係同第二啲地方嘅話，可以俾你好多唔同嘅經歷同埋經驗啊。我覺得應該繼續延續落去啦，呢啲比賽。省港杯經歷咗四十幾年啦，聲勢已經大不如前。而過去一班球員同埋教練見到此時此刻，會唔會感到有啲感慨？歲月無聲消逝，咁隨著即係嗰個時間。咁有啲嘢就好似有啲人要放棄，我覺得都係比較可惜啦。咁你當然嗰個氣氛冇一定係冇以前咁好啦，但係最緊要每一樣嘢都係講佢嘅意義嚇，同埋嗰個歷史嘅意義係重於嗰、那個氣氛啦。水平低咗，咁就換唔起人嘅去觀賞，呢個又係一個原因。所以我哋作為足球人，你要檢討一下點解越搞越差咧？咁你要檢討一下嘛，或者水平唔夠，咁你咪要提高咯。嚇咪等於你歐聯，你睇佢會唔會冇人睇啊？係嘛？越睇越多人睇嘅，連水平都係咁揀上嚟，係嘛？你而家省港兩地都水平低曬啦，你自己睇到嘅。如果按照現社會咧，就冇乜問題嘅，係嘛？全部咧來自五湖四海，啊，你有能力，你我老細簽你，你咪嚟咯。呢度嗱行力行大，高人工，我嗰度求升你呢度，咪簽你呢度咯。但係作為一個廣州人或者廣東人，歸屬感啊肯定有。你廣州球隊冇廣州人，我覺得係即係可惜。嗱，唔好話咩，可惜，起碼有一隊波有兩三個喺度撐得住個面。哦，呢度仲講正式廣州球隊，但係而家呢個社會就周圍走㗎啦。冇問題，你廣州你球員好多都去外省踢啦，即係咁樣冇問題。但係作為我哋本身足球人或者本地人，就希望有個歸屬感，即係有起碼你有個而家嗱國家隊有冇廣東人啦，廣州人啦，咁你講明就我哋嘅水平係低咗咯。反而其實在香港呢邊，我覺得入場的人數是反而我覺得係可能多了嘅，以前反而是冇咁多。咁你話即係一個咁歷史悠久嘅杯賽，即係感慨一定會有啲嘅。咁但係希望可能由呢兩三年可能開始，而家香港反而有啲球迷關注嘅時候，就繼續去推動翻呢個省港杯咯。你話省港杯，大家都知道啦。興旺嘅時候同而家嘅比有冇得比啦？呢兩年好翻啲啦，嚟翻東較搶，搞翻起啲。早三四年，一去惠州啊，去肇慶啊，去佛山啲打嗰陣時咧，真係差唔多冇嘅。咁你講到對一個杯啊，唔講一個咁有歷史性、起源咁好嘅省港杯，如果冇咗咧，你話遺唔遺憾咧？因為我喺足球圈嘅遺憾嘢實在太多啦，呢個只係其中之一啫。如果你對足球冇遺憾咧，我諗嗰個人都幾樂觀噶啦，真係。我哋亦都好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珍惜呢個歷史悠久嘅省港杯，使到呢個咁有意義嘅賽事可以繼續傳承落去。平時睇開波嘅你會唔會有好多問題難於啟齒啊？以下落嚟，小肥講超聯，睇下佢問嘅問題會唔會你想知嘅嘢。Hanson， 其實咧，你有冇見過人咧爭射十二碼？
啊有，當然有會發生啦。不過就係話，通常咧教練咧都會安排定啲球員去邊個射噶啦。咁不過如果我嚟講咧，我會安排兩個球員咯。咁除第一個球員佢唔射嘅，或者冇信心嘅話，就第二個球員射咯。咁不過你話去到第三個球員嘅話出嚟都曾經見過嘅。咁不過就話如果第三個球員射得唔好或者射唔入嘅話，我一定會同翻第一、二個球員講點解佢哋兩個唔射咧，俾嗰個射咧。咁通常就呢啲情況都會發生嘅。咁你個對於十二碼射嗰、那個那個標準點嚟定咧？係咪你中意嗰個？就算龍門都俾佢射咧？啊，龍門有射過十二碼啊！咁你有冇見過小肥你龍門出嚟射？好少咯。係啦，咁其實點解會變咁樣安排呢？其實通常都係個教練睇翻邊個球員個信心，你或者佢個技術啊，十二碼我諗你個個球員喺練波射射得佢個個射到網角啊，射得好靚啊！咁不過即係當你喺球場嘅話，射十二碼有時呢球波係決定個勝負喎。咁所以話其實嗰個球員嗰個自信心或者個球員嗰、那個即係個喺球隊個影響力都會即係。教練取捨去邊幫佢射咯。咁如果互射十二碼嗰陣揸時啦，完啦，咁又會點揀呢？其實我哋教練我同埋啲助教咧，通常咧喺180分鐘差唔多完場嗰時咧，就會決定邊五個射噶。其實你有冇見過咧？有啲人球員咧係119分鐘換出去㗎。有啊有啊，就係咁咯。咁所以有時咧，啲教練會安排一啲係射得好嘅十二碼嗰啲人出去射嘅。咁不過就係話，不過喺臨場到真係射之前咧，教練都會同佢哋講就話，邊五個球員有信心啊？有信心嗰啲就會優先俾佢出去射咧。因為其實啲球員咧，82分鐘咧體力下降或者個信心開始又唔係咁好嘅話，其實我哋都唔會安排俾佢射噶啦。咁好多人話入到更衣室咧係一個神奇嘅地方啦，可以而家隊波變咗一個樣啦。咁其實入到中場，入到更衣室嗰15分鐘咧，會講啲咩㗎？其實入到更衣室嘅話咧，見到好多球員咧都會好即係好攰，有啲球員咧其實咧要睇得差嗰啲咧已經好沮喪或者好唔開心。咁其實我第一樣嘢入去嘅話就俾佢哋一個真係。鼓勵啦，咁其實即希望我哋即下半場可以再踢翻好啲，咁同埋戰術上嘅嘢，我譬如上半場我哋 mark 低咗啲教練 mark 低咗嘅 looks 或者就下半場，半場嗰時同翻講翻下半場我哋點樣部署啊，咁其實啲球員即如果有時真係知道聽得到，或者佢真係可以做到嘅話，可以改寫戰局噶。咁你試過最癲嘅一次點樣？教訓一啲踢得差嘅球員咧，其實我就好少喺更衣室裏邊發脾氣，因為我覺得發脾氣都唔係一個好嘅作用啦。不過以前我就見過，即係有啲韓籍教練入到更衣室，真係打爛曬啲板啊，或者真係踢牆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啲行為、即係舉動嘅話，如果令到球員可以激勵到嘅話，都唔係差。不過我就唔會做咯。大家好，我係香港足球小學會副會長賴文輝。今屆嗰個中人排賽。經名花有主啦，不如今集同大家回顧一下呢項歷史悠久賽事嘅發展啦。相信大部分香港球迷都知道，高級組銀牌賽係現時亞洲歷史最悠久嘅賽事。不過，有部分傳媒報道話高級組銀牌係亞洲第一項足球錦標賽，就並唔正確啦。全亞洲第一項足球錦標賽其實係銀牌賽嘅前身，喺1895年。四月，由香港足球会会长洛克爵士创办的香港足球挑战杯赛事采取单淘汰制，而决赛就在1896年3月7日举行。结果有一班黄埔船澳英国工程师组成九龙足球会，以3-0大胜山多伦榄，成为香港足球史上第一支冠军球队。到了第二年，香港足球会去英国。借咗一個銀色盾牌作為比賽嘅冠軍獎品，因此賽事名稱就改為香港足球銀牌賽啦。銀牌賽決賽再次由九龍足球會同埋山東倫南爭奪冠軍，不過今次山東倫南就成功以2-1勝出，奪得第一屆銀牌賽冠軍。值得一提嘅係，香港足球總會現時係以呢一屆賽事嘅冠軍山東倫南作為特別銀牌賽嘅冠軍球隊。早期由於淨係得外國人球隊參加。尤其是主要是駐港的陸軍和海軍的艦艇球隊，所以最初只得英文名稱。直至1914年，林隆環境社和孔聖會兩個華人組織屬下的足球隊加入足總賽事。其後南華會、中華會相繼崛起，香港中文的報章開始大篇幅報導銀牌賽，才替賽事取個名稱叫做特別銀牌賽。銀牌賽早年一直被外國人球隊壟斷，由第一屆到31屆銀牌賽冠軍都是外國人的球隊，直至1928至1929年度球季，南華足球隊在決賽以5-0大勝九龍足球會，
就成為環球隊第一次贏得銀牌賽冠軍。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南華會已經取代外國人球隊作為銀牌賽的擂台等。戰前最後十屆銀牌賽，南華包辦了七屆冠軍，其中在1935至1939年更加連贏五屆冠軍。經過二次大戰之後，1945至1946年度球季，海軍經過重賽之後，以4-3擊敗金面舵，成為戰後第一屆銀牌賽冠軍。呢屆亦都係英軍球隊最後一次贏到銀牌賽冠軍。自從足球總會實施升降制以嚟，先後有三支球隊一升上甲組就贏到銀牌賽冠軍，分別係流浪、怡和同埋精工。銀牌賽喺1987年引入商業贊助，改名做駱駝七銀牌賽。去到1994年失去贊助，直到2006年才再有冠名贊助。不過到了2016年，又是冇贊助啦。銀牌賽的獎金亦都縮水，令到銀牌賽冠軍只是有名無利。踏入千禧年之後，除了南華和東方先後試過蟬聯冠軍之外，其他十幾屆的球隊都是為免失敗，每一屆都有不同的球隊贏得冠軍。除了二次大戰停辦之外，銀牌賽一直舉行到而家，已經跨越了三個世紀，成為現時亞洲歷史最悠久的足球錦標賽。南華至今贏過31屆冠軍，是贏得銀牌賽冠軍最多的球隊。至於初級組銀牌，就在2013年由新創辦的足總杯初賽取代。有超過100年歷史，作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足球賽事的銀牌賽，竟然都沒有冠名贊助，足球總的相關部門是不是值得好好檢討一下呢？今天咧係非常之咁大風嘅，咁咧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呢個敦敦寶頓嘅球場，大家仲記唔記得寶頓呢？咁其實以前英超時代咧，我都幾中意呢個寶頓嘅，因為佢經常都有啲驚喜同埋挫強扶弱嘅感覺。除了英超水晶宮之外，寶頓都有自己的啦啦隊。今天等我捉幾個隊員來傾下偈先。Hi! Bolton Bells. Bolton Bells. How many members do you have? 12. Alright, don't cry. Alright.好，大家見到咧，寶頓嘅球星啦，大家記唔記得 Okocha 咧？呢個我都最中意噶啦，奇雲戴維斯，當然仲有謝斯高連倫，法國嘅佐卡夫啦。呢件咧就係寶頓今季嘅主場波衫啦。呢件咧就係今季寶頓嘅作客波衫啊！當然唔少得龍門衫啦，黃色同埋紅色都幾搶眼噶。寶頓喺1877年就成立噶啦，都係歷史悠久嘅球會嚟噶。咁波衫嘅價錢咧都唔係好貴啫，都係講緊48磅，仲有75折添。比較特別的紀念品就還有這些，只是6磅水杯，還有一個呢，寶頓的門口地氈，出門口回家都踩幾腳絲，是不是很棒呢？這裡就是售票處了，我們看看這裡寶頓的票價。咁如果即場買飛咧，其實依家佢唔係英超咧，應該都有位嘅。最平嘅都只係15磅。如果一家人睇，仲有 family ticket， 一個大人
加一個十八歲以下嘅小童，都只係25磅啫，最平。跟住請幾位寶頓嘅球員同大家 say hello， 睇下邊個講得好啲啦。Hi Hong Kong fans, Bowen, have a great day. Hong Kong's boy, thank you. Hi Hong Kong Bowen fans, wish you all the best.可惜咧，寶頓今屆嘅成績咧仲係麻麻地，佢依家仲喺英冠嘅尾三，咁希望佢嘅成績咧可以慢慢提升翻，可以快啲上翻英超啦。下次見啦，拜拜。